大米怎么画？今天来给大家画一碗大米饭。然后我们画上筷子，画上米粒的形状，我们来开始给它涂上颜色，选择蓝色把碗的颜色涂上。画上黄色给它涂上筷子的颜色。然后我们选择灰色，给米粒的周围画上灰色的阴影。像这样，我们的大米就已经完成了。